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早说声早安啊。OK， 好，今天天气呢依旧的蛮热的啊，蛮炎热的，36度、37度左右的高温啊，会出现在呢像是高雄、南投，还有呢南部近山区的平地啊，都可能会有这么高的高温。好，所以呢今天呢气象局针对了高雄市发出了橙色灯号的提醒啊，那另外的话呢台南、屏东跟南投则是黄色。 OK， 好，那 OK，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36度以上的话是连续高温，就是橘色。那如果说可能单日36度就是黄色。好，所以呢这些地方就是在今天都还是蛮热的。好，所以呢尤其是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还会更加偏高。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呢，出门要防晒，要多补充水分。OK， 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呢，今天大概只有零星雨势呢是出现在东半部地区大概这样子，其他的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而且呢是高温炎热这个相关的状况。那空气品质部分的话呢，其实南部今天反而稍好一点，最主要是因为呢整个风场呢变成东南风所以呢南部地区就变成迎风面了这个风一吹这个污染物就比较容易这个散去所以扩散条件比较好一点。所以今天呢这个空气品质比较糟糕，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北部地区，北部呢就很明显的是在背风面所以呢整个的沉降还包括了这个天气热盆地散不出去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的话呢是红色警戒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的注意。那外岛地区的话呢是金门是橘色提醒，其他地方是良好到普通等级。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空气品质的部分所以今天的话就是高温炎热，然后北部的话呢空气品质差南部的话呢这个天气非常的这个热非常的高温这个要注意。那但是接下来还比较重要的一些相关讯息，就是讲到台风黄蜂台风它目前呢是中度台风，大概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会接近台湾。好，那现在呢它目前的行进的方向大概就在我们的这个南南东方，那目前呢现在菲律宾附近正在移动当中，大概也是一样依照原本的预估这个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会这个开始呢对台湾它的外围环流对台湾会有些影响但是呢对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了那海上台风警报呢会不会发布，先前是气象局的说法是说应该不会，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未必要看未来这几天的行进的动向但重点在于说呢会有雨势，但是天气一样很热那所以呢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是湿热可能会有雨也很热这个相关的状况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南部朋友南部东部的朋友呢要出门的话要规划一下呢相关的行程，特别要留心跟台风有关的动态。 OK，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相关的天气空气跟台风预报有关的讯息提供。好，那我们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还有降雨几率。OK， 我们看到在北部地区是24到34度，降雨距离0到20%，中部24也是到34度，降雨距离0到20%，在南部地区呢23到36度，降雨距离0到20%。好，在东半部地区宜兰23到32度，降雨距离20%，花东24到31度，降雨距离20%到30%，外岛地区21到31度，降雨距离零。OK，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相关的天气讯息提供。好，那看完天气一样的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疫情今天呢早上最新的速报的掌握好，今天的全球的这个疫情呢还是一样看起来新增的状况维持还是一样，所以呢这个疫情并没有真正的稍减那这个确诊的病例来到了452万208这个400多万了，450多万了所以呢另外的话呢死亡人数呢突破了30万了，来到30万3038个人但是好消息当然是还有170万人是 recover 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全球目前的这个确诊这跟死亡的状况。那新增的状况在昨天全球也新增了94,553个人确诊，5000多个人死亡所以比起前面的几天都是8万多人的话呢，昨天9万多人还要再来的多一点那最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也还是美国跟目前的巴西、俄罗斯。好，所以我们来看在昨天
昨天呢，目前的全球最多啊，这个新增的还是来自于疫情目前最严重的地方哦，那就是美国。美国呢，昨天新增25,519个确诊，新增1,650个死亡哦，所以呢，还又回到了先前的平均高峰期了，每天是25,000哦，所以一度呢在2万以下的，现在转眼之间啊，又是像昙花一现一样，所以美国的疫情呢，并没有完全控制下来哦，所以呢，目前的美国整个啊这个总体的确诊人数呢，已经突破了141万啊，这个1,000多人了哦，那这个死亡的人数来到了85,000多人哦，所以呢，这是目前呢全球疫情最严峻的地方美国哦，所以你会发现呢，最近相关的新闻，尤其对于这个疫情跟经济的焦虑这个川普的话越来越多这个火气也越来越高。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我会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又说了一些什么话。OK， 好，那再来的话呢，在昨天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连续第二天的巴西是全球新增确诊的这个人数来到第二了。那他昨天呢新增13,761个人确诊，新增了835个人死亡哦，所以呢，巴西目前呢，这个新增确诊的这个速度来的比俄罗斯还要来得快的。好，那俄罗斯呢，昨天呢好不容易掉到了万人以下哦，昨天呢。新增的确诊的案例是9,974，新增死亡是93哦，所以呢，它连续十几天哦，都是连续每一天都是万人以上，昨天稍微的好了一点点。好，那所以呢，就是俄罗斯。那接下来是秘鲁哦，秘鲁呢，昨天新增确诊4,298，新增死亡98。OK， 所以呢，现在南美洲这个部分的话呢，是疫情拉警报的地方，包括巴西，包括呢秘鲁啊，包括。智利啊，智利呢昨天新增2,659啊，所以我们也讲到说呢，现在南美洲啊，一些国家啊，不能讲蛮多的一些国家啊，对于巴西呢非常的不满啊，他们认为呢巴西没有做好呢防疫的一些措施啊，因此呢导致啊这个其他的国家在邻近啊受害。OK， 像是什么巴拉圭啦、阿根廷啦，事实上都对他们算是目前呢比较好的，所以反而紧张啊，反而紧张，所以呢反而对于巴西的批评呢来得比较严厉。好，所以呢就是。目前南美洲啊，看到呢这个疫情比较严峻的状况。那接下来的话呢，事实上是印度啊，印度呢在昨天新增3,942，那新增死亡98。孟加拉啊也新增了1,000多个人确诊，所以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这几个呢是另外一个呢重要的疫区。好，那这个欧洲呢，目前只剩下英国啊，还是在每天的新增的状况还蛮多的数字啊。昨天的新增3,446个人确诊，新增428个人死亡。他这个新增的死亡人数是还蛮高的，坦白说，比起很多其他的像是南美洲，我们现在看到呢，新增的确诊人数这么多但是死亡人数都没有英国来的高，所以目前欧洲有些地方是担心第二波的疫情，但是呢英国第一波的疫情根本还没完所以我不太知道说这个英国的政府是不是嘴巴不说，他们是不是也真的就采取了佛系的防疫就是说并不是那么的积极去治疗，想要让它达到某种群体的免疫因为呢这一次就是看起来它的虽然有重症了但是轻症的可能 也不少，我不晓得英国是怎么想的，否则每天看这个数字要是我是英国人，我其实是会很蛮担心的，尤其是它是一个这么先进的国家。好，所以呢，这个目前呢是在欧洲里头的话呢，英国到目前为止呢还是疫情并没有控制下来的国家。OK，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沙特阿拉伯这一块了这个沙特阿拉伯昨天新增2,039个人确诊10个人死亡包括伊拉克新增伊朗，我讲错了，伊朗新增1,800左右，土耳其新增1,600，卡达新增1,300。等等，大概这个部分的话就在中东这个西亚地区呢是另外一块呢疫情比较严峻的地方。好，所以回过头来看亚洲这个亚洲呢一度也担心呢是不是会出现第二波的这个相关的疫情卷土重来。目前看起来了除了这个新加坡他那一波的移工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这个每天都是七八百人，昨天752个人确诊这部分比较严峻。中国跟南韩其实他们担心但是坦白说数字还好，但是呢就怕一直下去。南韩昨天新增29个人确诊，中国大陆呢昨天新增3个人确诊。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有关于这个全球目前呢疫情相关的状况，有第一波还没完的，有第二波开始慢慢起来的。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呢，在亚洲地区的疫情目前呢，看起来虽然担心有点回马枪了啊，这个部分的话，虽然零零星星，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香港啊，这个香港呢也是在连续23天零确诊之后啊，昨天出现了2起啊，他们的相关的本土案例。好，那还有一起呢是来自于巴基斯坦啊，所以呢等于是零零星星的部分还是暗藏在他们的这个卫生单位说可能在社区当中隐藏着隐形的传播链啊，所以呢。他们现在又重新的稍微的比较紧张起来了，所以23天啊，所以我们昨天三十天，现在已经等于32天啊，连续的没有本土的感染记录了啊，是比起香港呢来的更长一点啊，但是你看连23天也还是啊这个。还是会打破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可以放松，但是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掉以轻心了啊。 OK， 好，那包括呢这个 WHO 啊高级官员昨天也说新冠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消失哦，那他们甚至形容说它可能会跟艾滋病一样啊，那所以呢全球需要4到5年的时间才可以完全控制住新冠疫情，然后还把呢这个疫苗的开发工作呢称为登月计划啊，那 OK 这边解读的意思是说呢可能就不要指望很快可以找到疫苗，好，所以呢这个听起来啊这个讯息是有点让大家有点担心的，第一个就是说以前是说可能会像流感一样啊，这个持续的存在不会消失。那你说流感啊，流感好像还好，第一个流感感觉上是有疫苗的，而且流感的这个影响到的症状哦，可能没有到，虽然也还是会有人死亡啊，但可能就是说大家对他的感受是比较不是那么的严重的致死率的哦。但讲到像艾滋，这可能呢对于整个免疫系统的打击哦，对他可能致死的状况啊等等，跟他可能他的疗法哦，目前可能是一些鸡尾酒疗法哦，但是他也没有说像流感哦有疫苗，所以呢不晓得这个 WHO 哦，他在把它比喻成流感跟比喻成艾滋病啊，中间他们的专业当中。中透露出来讯息哦，是不是有一些严重程度的不同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蛮值得关心的，因为在昨天他们是说呢，新冠病毒可能像艾滋病一样永远不会消失哦。那另外又把这个疫苗的开发哦，这个形容为登月计划。哎，登月计划是很困难的，而且登了一次之后，后来也没有再看到再登哦。那OK， 所以呢或许也真的是有它的困难度在啊，所以呢他们才会说需要4到5年的时间才可以完全控制住啊这个新冠疫情，因为我们所理解到的新冠疫情呢要能够被控制啊，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等到疫苗问世。好，那所以呢这个状况啊是 WHO 啊这个最新的说法，我想这一部分呢都是啊让啊整个的包括呢疫情大家的看待啊，还包括了这个欧美股市啊，都会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OK， 好，所以呢，在昨天啊，其实呢，这个在美国部分其实是先下跌，之后尾盘拉抬，那再来的话呢，在欧洲部分是下跌的。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好，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377.37点，收在23,625.34点，涨幅是1.6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80.56点，收在8,943.72点，涨幅是0.91%。S&P 500呢上涨了1.15%，另外费城半导体涨了2.81%啊，这是美国股市。那欧洲股市就没那么乐观了，法国下跌了1.65%，德国下跌1.95%，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下滑了2.75%。OK，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美国为什么独涨啊？那刚才我们刚讲到，一开始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下跌的这个下跌的部分呢包括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WHO 这个最新的说法，还包括呢看到了相关的疫情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这个一些比较情绪性的发言他昨天说虽然我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好，但是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我觉得好像小孩子在闹脾气，他说我不想跟他说话他说因为我对中国非常失望，美国可能会切断跟中国整个的关系所以呢这是昨天美国总统川普的说法。那可能还不止这样的，他昨天看起来接受了一些访问他在接受美国的福斯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呢，他还说意思就是说美国经济很糟糕，他希望这个在国外一个相关的美国企业都能够回来。所以呢什么方式让他回来呢？他说呢接下来如果这些呢境外的生产商品的企业还不回来的话呢，他课征新税就是你不回来我就课征你薪水就逼你回来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他是这样的说哦，他会不会真的采取这种做法就不知道了哦。那如果是的话，也其实是真的哦，还蛮决断的、哦。那事实上不只是这个做法，其实呢，这个美国的政府这段时间，一方面就是让美国的企业啊、要就是等于是有点警告，就是你不要跟中国做生意啊、你要回来。那再来的话呢，对中国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在美国也是采取了一连串的措施嘛啊。这个先前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包括针对一些医疗物资啊、比如说 N95口罩的这些 厂商呢要卖到美国去、他们就否决他的一些申请。然后另外的话呢还包括像是、指控、这个中国跟伊朗啦窃取、这个、美国正在进行新冠病毒的疫苗的相关的讯息等等等、那这些部分的话呢、很多、都是看起来呢、对、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战争、战火是不断的升高的、那再来的话呢还包括了美国自己、这个相关的经济数字、我想这个、为什么川普会不断的拉高对于中国的、批评跟他们自己的数字真的是很糟糕有关系、在昨天、等于是每一个礼拜、这个接近周末都会有他们的请领失业金的人数嘛，对不对？在昨天呢、这个礼拜里面、是 298.1 万人、这个失业、就请领失业金。好，所以呢就总数来看的话呢已经来到了、这个3650万人申请失业金了。3600多万人在过去两三个月里面失业、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说已经到达了历史的高峰。不过、比较乐观一点的讯息去看待它的话呢应该这样看、就说虽然还在高峰整体来看，但就单周来看的话呢这个接近300万的这个礼拜其实比起过去有一度逼近一个礼拜就700万来说的话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其实请领失业金的人数已经有所回落。好，所以呢这些部分呢都是在昨天看到啊，这个比较利空的消息啊，所以呢影响到了美国的股市。但最后呢有一些相关的拉抬，那这些相关的拉抬呢是哪些好消息啊？首先的话呢是油价啊，这个油价呢带动了一些呢能源类股的上扬啊，所以呢在昨天油价啊这个纽约部分是上涨了9%哦，这个是暴涨啊，9%上涨了之后啊，这个收在27.56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了6.7%，收在每一桶31.13块钱美金啊。那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因为国际能源总署说，原油的供应量意外的下滑。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好消息是呢，这个油价上扬啊，那这个英美金连续下跌，跌到很惨哦。那在昨天的话呢，是因为呢，这个国际能源总署说哦，这个原油供应量啊，这个意外的下降。那这个部分当然包括了过去这段时间，沙特阿拉伯哦，他自己本身啊，这个单一的国家呢，还追加减产哦。先前是 OPEC 啊，这个相关的会员国一起讨论要减产，然后呢，他自己在这几天啊，就是对外宣布他们要追加减产，因为整个的需求量实在是太低了啊，生产这么多啊，其实也没用，而且呢，这个油价这么的低哦，所以他们就追加减产。那再来的话呢，包括先前讲到了说这个库存容量已经不够了，因为大家都卖不出去嘛啊，那现在呢？说这个库欣这个地方呢，挪出了一些呢储存的空间哦，所以这也算是前几天传来的好消息哦，所以这些等于是零零总总哦，在昨天前一天并没有反应，但是呢突然之间啊，在昨天收晚呢就反应出来了哦，所以呢这个油价呢突然之间呢暴涨哦，登上六个礼拜以来的高点哦，所以带动了相关的能源类股哦，也都是上扬的。好，所以呢这是在昨天呢这个美股这个上扬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再来的话呢，还有的好消息就是个别的这个相关的类股了。像是在昨天呢带动了整个半导体类股上扬的呢跟台积电有关。台积电先前就传出来说呢，因为现在整个供应链就是断链变得比较希望这个就是不要匆匆布局在这个全球啦或者中国大陆啦，那尤其是美国嘛美国希望这个更多的厂商呢能够到那个地方去设厂所以呢就传出来说台积电要到美国去设厂。但是我记得这个前几天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台积电是否认的但是呢今天呢包括了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跟路透社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晶圆代工的龙头台积电计划赴美建制先进的制程产能，而且预计今天很可能就会宣布这个设厂的这个赴美设厂的计划，地点都已经出来了这个地点说落在呢亚利桑那州。 OK， 好，我想呢这个对于台积电来说当然它到底是不是先前他可能要强调的是他会继续扎根在台湾了我想这个对台积电来说，他就是不断的经常他希望事实上对台湾来说，它也是一个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产业龙头。那但是它先前只要有任何去其他地方设厂的风吹草动台湾这方面都会担忧所以它也都不断的挂保证，包括先前说要去中国大陆设厂，它其实也是先否认，而且呢强调一定会加码投资台湾之后才去。那现在呢对美国这个消息来说也是第一时间它也是先否认。那接下来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讯息成真了吧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台积电是不是应该有个比较正式的说法，而且它会不会持续的表明要加码台湾，我想这部分是可以去关心的好，所以呢这个是台积电昨天相关的讯息带动了美国的半导体类股，看起来呢真的是气势如虹。好，那再来的话呢是这个苹果呢苹果跟微软昨天都有一些相关的并购的行动这个部分呢等于是在危机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危机入市扩张自己的版图。苹果呢昨天证实他们收购了一个虚拟实境的活动直播公司目前的价格是说可能高达了$1亿左右。那另外的话呢是微软呢昨天宣布收购了一个呢电信相关领域的那么一个公司所以呢这两个都因为呢相关的收购行动在昨天的股价也是上扬的。好，不过呢另外比较争议性的就是特斯拉这个 Tesla 呢他现在不是强行复工嘛然后得到了川普的支持，但是呢加州方面的话呢依旧的并没有准他。那他现在呢显然的复工的状况就有些员工还是没有回去。很诡异他昨天发出一个内部的警告信要求员工必须要返回加州的这个超级工厂来上班，否则的话呢他会失去失业救济金。OK， 好，所以呢这个状况就蛮有意思的。第一个代表虽然看起来有人回去上班了，但是应该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回去上班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那为什么会说你会失去失业救济金呢？它反映出来是先前我们曾经提到过美国这一次呢撒钱撒到他们就叫做直升机撒钱法就是等于是飞到上空去这样子到处撒，因为要救济整个的失业状况我们刚才也讲了有这么的严重，所以他们呢撒钱撒到呢这个失业救济金有些钱比你回去工作的钱来得高。
啊，所以呢，有些譬如说本来可能假设啊，这个台币一两万啊，两三万这样子的薪水的，他就干脆不要回去上班了，他就直接领失业救济金就好了啊。所以呢，有一些部分啊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回去上班。所以我看到这个美国的他们的一些媒体啦，或者一些政界也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就说失业率这么高，但失业率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你的失业救济金的金额太高太诱人了，所以他就不想回去工作了，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发这么多，他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争论啊。好，那我想呢，不晓得 Tesla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很多工人可能干脆就直接领失业救济金不要回去上班，尤其你还在争议中嘛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是的话了那这个 Tesla 昨天是发出内部的警告信要么赶快回去上班，否则的话呢会失去救济金。但是他们怎么失去救济金呢？可能他就要跟政府打商量吧或者有什么样默契，否则的话政府应该还是会发的啦。 OK， 好，所以但是这反映出来的是这个美国在这些复工跟疫情当中非常两难非常混沌的一个状态。好，那这个是 Tesla。 另外的话呢是 3M 3M 呢在这一次的疫情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受关注的一个厂商，因为它做口罩嘛它品质其实也一直很不错所以呢有一度这个美国不是还打算征用 3M 要求它不准出口所以这个部分它其实出口最大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了那所以呢一开始就不准出口后来呢还稍微放宽了一点但不论如何，虽然它这个口罩需求是增长的，这个产线也不断的开，但是呢其他的运输跟电子部门打击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整体的四月份的销售量还是下降了 11%。 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 3M 这个相关的部分。再来一个的话呢是美国有些公司宣布破产所以呢就是美国的卫星公司叫做 Intelsat 这一家呢还蛮大的它在美国呢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它的股价呢大崩跌，跌了 36.57% 那这也是受到了关注。好，所以呢整个看起来确实这个美国的失业潮跟开始这个开始有点浮现的这个相关的倒闭破产潮都让整个的经济呢问题是受到大家关注的。好，但是呢疫情本身偏偏又还没有完全掌握下来，甚至很可能就是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仓促的重启或者比较新奇的重启这个经济就如像 Fauci 这些专家所说的他们的疫情有卷土重来之势。 OK， 所以呢目前这是一个最新状况。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呢，目前呢，这个疫情跟经济的状况啊，这个相互的拉扯纠结怎么办啊？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就疫情本身来看的话呢，有几个新的部分啊，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呢，是在美国的研究啊，这个美国研究发现呢，超过三分之一啊，他们新冠肺炎的住院患者呢，出现了肾损伤啊，这个相关的状况，所以已经不只是肺部的纤维化啊，因为最近的话，其实包括中国大陆算是最早这个疫情起来的，缓和的，所以他们后来做了一些研究啊，所以呢，对于肺部的纤维化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是不可逆的，等于是永久的伤害啊，所以呢，现在不少已经出院的人，虽然已经出院了，但是呢，经常会走走就很喘，走走就很喘啊，这个部分其实有很蛮多的、啊、这些研究报告出来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真。对 心血管疾病啊，其实也有啊，所以呢，先前有出现过说，可能他的，这个症状啊，跟新冠肺炎有关症状，其实蛮轻的，但突然之间呢，猝死，坐在椅子上就死了啊。那这本事实上跟这个心血管疾病跟心脏上有关系。那这个啊，这个有关于肾脏这部个部分，先前其实在中国大陆也看到相关的一些报道啊。那在今天看到的是美国最新啊，美国的话呢，是由他们纽约州最大的一个医疗体系啊，叫诺斯威尔保健中心，他们团队所进行的啊，等于是也确认了他们美国的。因为有些我们发现的这个新冠肺炎，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它的一些症状会事实上会有不一样啊，它可能跟种族啦，跟一些地理关系都有一些相关的牵连啊，但是呢，在美国等于是他们也去认证了啊，就是说包括美国人，他们依照美国人啊这些病患里面所做出来的研究，就有超过三分之一啊的病患出现了急性的肾损伤啊，那后来有15%左右的病人需要进行透析疗法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比较这个严重的状况，最后如果再恶化下去。就会导致肾衰竭，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医疗体系啊，他们所做出来的研究，好，所以让大家对于这个新冠肺炎，可能一开始叫做肺炎啦，它的症状现在目前看起来已经不只是肺炎了啊，如果比较重症的话啊，这个部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那再来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部分啊，是其实它有一些相关很奇特的啊，这个并发症目前还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它的一些原因啊，那就是不少的小朋友啊，他因此出现一些发炎反应啊，所以呢，这是来自于纽约啊，纽约的卫生官员现在正在针对纽约市出现了102例儿童呢患有的罕见的，而且说是危险的啊，突然间的发炎的综合发炎的症状啊进行调查，他们认为啊，目前的研究认为应该跟新冠肺炎有关啊，所以呢，比如说儿童他不见得是表现在肺炎上面，它是表现其他的、这个发炎症状一样的发烧、甚至有些是有感冒症状的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是啊，这个另外在儿童部分比较值得注意的啊。好，所以在跟疫情相关啊，包括刚才我们讲到 WHO 啊，说到说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可能要跟它长相左右嘛，那4到5年之内才会被控制啊，然后可能会不断的啊，这个存在人类的社会。好，不论如何还是希望啊，疫苗，总而言之啊，疫苗如果出来，就算它要永存于我们社会当中，至少有个疫苗，知道有什么药可以去治疗它，心情上面啊，跟整个的对症才可以下药嘛，会比较清楚知道啊，它可能的状况了啊。那我想在这个疫情，如果这个可以趋缓，我想对于很多公卫跟医疗单位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了解啊，这个新冠肺炎了，它的症状目前看起来真的是很庞杂，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啊。所以到底怎么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它的整个的扩它的整个传染途径，我想这部分很清楚的知道之后呢，比较可能可以有效的去防堵它。 OK， 好，所以呢这是跟病毒跟疫苗有关的消息。那再来的话呢，就各国政府可以怎么办呢？美国目前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美国的方法啊、目前看起来呢就不断的寄出一些就是真的就是批评中国大陆，然后呢把很多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所以除了批评之外，现在比较伤脑筋的是跟经济有关的部分就不断的展开一些相关的限缩那所以呢最新的消息还包括了说呢，川普说他可能要推动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都必须要有更严格的美国的会计规则才可以来上市那他这样子说，但是一方面他又说他担心这样子会让这些公司呢搬家那所以到底要不要这样做不知道但所以最近总而言之
蛮多的这些措施，包括昨天不是联邦基金不去投资哦中国的企业等等，这也是才说了。那现在又说要针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有一些会计的规定等等啊，这些部分是看起来可能对于川普来说，他认为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啊。那再来就是说，是不是对美国不回来的哈、啊、不回国的企业要加征重税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好，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那怎么做呢？目前呢，他们就尽可能的去想办法就不让这个疫情卷土重来啊，所以呢，目前我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啊，他们当然是取得一份啊，来自于武汉市的内部文件。今天讲到，不是他们要进行普筛吗？真的1000多万人要进行普筛啊！他说他们这个普筛的行动还被命名哦、啊，叫做“10天大会战”啊，意思就是说要就在10天之内。我想这个时间点跟这个两会是有关系的了、啊、所以呢，从前几天开始、啊、发生之后，10天之内要他歼灭、啊、等于是 要把这个疫情、啊、病毒完完全全掌控住、啊、OK， 好，所以这个10天大会战、啊、是中国大陆他们去想办法遏制疫情、啊、包括先前我们刚刚讲到吉林市封城、啊、都是一个比较很快的一个很决断式的一个做法。那再来的话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就是他们意外的发现，原本呢去铺陈的一带一路的中欧的火车竟然就在呢所有的国跟国之间的飞航中断的同时，它意外的呢出现了替代式的成长、哦、所以呢他们讲到说呢，他们的这个中国连接、到欧洲的这个铁路的货运服务刚刚经历过了史上最繁忙的一个月。哇，这听起来真的是好消息。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呢听到很 繁忙、哦、你就觉得说哇，真的可以这样逆势繁忙、啊、是一种幸福吧、哦、那这个他们的繁忙呢，在4月份的时候呢，说班车的列数到达了近1000列、啊、是976列，比起去年同期呢增加了47%、哦、所以呢这些列车所载运的货物相当于4艘全世界最大的轮船、哦、这个载货量的船的载运、哦、所以呢等于当海运当空运都已经阻绝下来的时候呢，反而是路上的这个火车当初一带一路的、哦、这个部署现在没想到在疫情的时候呢发挥的作用、哦、那 OK，所以呢这些部分是看到、哦、跟、哦、这边还有一句话讲的很那个，他说呢他们、哦、这个货运公司说从2月份开始、哦、就发现呢有不少绝望的客户呢，以前不是他们的客户，是新客户呢找上门来、哦、希望能够请他们运货、哦、好，所以你会知道呢这个疫情、哦、对于这个经济打击、哦、是真的蛮大的。我们休息会以后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把话题呢回到台湾啊，这个台湾的话呢，当然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是这个持续零确诊的好成绩啊，那所以呢，有一些部分呢，就说要慢慢的放宽嘛啊，这包括说中职啊，这个中职呢，每一场说要增加到2000人可以进场，而且可以吃东西了，好，但是呢，这个吃东西呢，不能自己带啊，是说呢要买啊，这个球场贩售的餐盒，也不错啦，双赢啦啊，就是也让他们赚赚钱嘛啊。那所以双铁就台铁跟高铁啊，这个饮食也将放宽。好，但是我想这个放宽的话呢，应该还是有一些稍微的注意哦、啊，就是说。就是可能吃饭的时候就不要怎么样讲话啊，哦，这个口水喷来喷去的啦，哦，那 OK， 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重点在于说，我们不像这个先前的南韩，包括像中国，包括像刚才讲到的这个香港有那种社区隐藏的哦这样子的一些案例。目前看起来我们的社区啊，至少在防疫中心的说法里面是干净的啊，所以呢，可能就比较不用担心。好，所以呢，这是一个。中职啊，这个最新的可以慢慢啊看起来，如果说可以开始有人进场了，还可以去吃东西了，它带动的很可能很多就是小吃啦，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产业啦啦队可能也可以出来了啊之类的啊，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消息。那包括像是明天啊是有会考的啊，这个会考的部分的话呢，就要特别注意啊，这个要戴口罩，口罩啦哦、啊，那当然准考证不用说了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呢，都希望啊可以开始回到正常。好，但是回到正常的同时，就像是欧美一样啊，他们的疫情严重哦、啊，所以他们经济受创的程度也来得高。那台湾呢，虽然疫情比较缓啊，但是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也还是有一些影响啊，包括服务业、观光业，那再来的话呢，包括观光不进来了，也会一些影响。其他的联动啊，事实上呢，我们的啊这个经济对于一般的老百姓生活跟一些小型的商家哦、啊、所造成的影响，也还是不能够低估的。好、啊，这边就有一个最新的讯息啊，是我们的失业给付的话呢，事实上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呢，也是很明显的恶化。这个目前看起来的话哦、啊，这个就是讲到3月份的失业给付呢，也是接近了增加了近万人啊，那代表的是就是代表近万人失业的啊，那这个不是三月份一个月而已啊，成长24%哦，所以呢，这边这个是劳动部的官员讲到说呢，随着疫情的影响拉长，就业市场呢极为不妙。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统计的是第一季啊、第一季的呢大量解雇的案件跟人数也都是暴增啊，那这个大量解雇案啊、这个讲到是。一个案子就是一家公司哦，这个叫做大量解雇案，所以里面包括多少人？OK， 大量解雇案呢，有90件，比起去年同期的44件暴增1倍以上。那大量解雇的人数啊、这边有讲到人数总数啊、是4501人啊、也比起去年同期增加。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是必须哦、要去。注意而且要去帮忙他的、哦、那另外的话呢民众党这边也提出来他们这个相关的数字，他们发现、啊、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2月份、3月份预借用信用卡预借现金的这个金额都突然间暴增、啊、说呢像是2月份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16%， 3月份呢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20%、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民众党的立委啊，就说呢，显然有一群人啊，在这个政府纾困的时候被忽略掉了，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信用卡来预借现金。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啊，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就政府啊，必须要去关心的了。那因为现在政府呢，正在一方面啊，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子开始慢慢的松绑，进行防疫新生活，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520之前呢大换将啊，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在换血当中、啊、但换血的同时不能够忘记、啊、现在很多、这个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是很多人是很苦的。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有曾经特别提到过的，我觉得后疫情时代的布局、啊、就是像很多的人事的部署应该事实上是更重要的，也不能够只是只求这个眼前的防疫而已。好，那今天的话各报都是跟这个疫情相关啊，不是跟这个人事520人事相关的话题放在头版头条。有一个是我们昨天刚好讲到副总统陈建仁了啊、哦、那他其实我觉得蛮温馨的啊、哦、他现在呢决定他
不要接受啊这个相关的副总统的礼遇条例啊，因为这个礼遇条例事实上是有一些什么每个月18万啦哦、等等等有什么随扈的啊，他说还要去上班。他回到中研院去上班啊，我觉得还蛮好的。他特别讲到说呢，因为啊对他来说其实人啊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其实薪水已经不是重点了啊，什么东西是你的最爱啊，这个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他说对于一个喜欢研究的人来说，他很难去解释说他是会到什么样的疯狂的程度啊。他说呢，他每次啊只要稍微的有一些突破，他就像是柯南破案一样，觉得非常的兴奋啊。OK， 好，所以呢，这个陈建仁他决定要回中研院去上班。不过虽然说他觉得薪水不重要，但中研院给他的薪水看起来也还不错啦哦。说呢，特聘的研究员最高可以50万元呢，那比起副总统的礼遇还要来得多。好，但是就像陈建仁说的，可能这不是重点啊。他希望的是继续的投注在他喜欢的、他热爱的研究工作上。好，所以呢，这是在那么多啊这个人事新闻里面，我觉得最温馨的一个。好，那接下来的话呢，赖清德就要成为这个蔡英文接下来第二任这个的搭档了。赖清德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没有他的新闻了，不晓得他在做什么啊。那未来的话呢，他到底会扮演一个什么样副总统的角色啊？陈建仁坦白说，他一路下来，除了那个时候年金改革的时候有一点他的声音之外，其实也是到最后尾声，没想到啊，在这个防疫的过程当中扮演了若干的角色哦、啊。否则的话呢，副总统到底会被赋予什么样的角色跟权力？我想对于赖清德来说，都是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去观察的了。包括对于新潮流系哦、啊，对于这个独派啊，未来赖清德还会不会是一个竞争啊这个下一次的总统大位的人选，我想这个部分都是一个话题。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整个苏内阁啊，这个苏内阁已经被留任了，但是还有哪些人可能会异动呢啊？所以呢，在今天联合报的报道是说会有6个部会会换人，那里头讲到的是这个国发会主委啊，这个是目前是确定，应该是确定公民星啊。那这个陈美玲他是赖清德的人啊，那个先前呢就一直说他都没有被通知，看起来是有点哀怨了啊。好，那所以呢，这个过程当然谁上谁下啊，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觉得那种告知也必须要去尊重。好，文化部长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个郑丽君是确定要回家啊，这个他说要带小孩，要照顾家庭。那李永德啊，说是可能的人选。然后呢，遗缺就是客委会的主委呢是杨长镇接任啊，他过去是民进党内啊跟这个族群有关的一个委员会的负责的主任。金管会主委是黄天牧，就是副主委上来。那这个顾立雄到哪里去了呢？好，今天的头版头条像是自由时报他们讲到说顾立雄很可能会是国安会秘书长的黑马哦，所以他可能会去到国安会里面哦。但是呢，苹果日报说这个顾立雄可能会是副阁揆。OK， 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在整个人事这个大班风大猜谜里面最有话题性的就变成是一个顾立雄了他目前看起来呢，显然他是别有重用但是目前摆到哪一个位置里面不同的媒体不同的消息管道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看起来呢，蔡英文应该都还是蛮倚重他的OK， 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跟这些人事异动比较有关的一些相关的讯息但是呢，回过头还是一样讲到就是现在眼前在这个一些相关的纾困金的发放也好，纾困贷款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这段时间大家急于表现一部分呢，其实也都是跟520的人事安排有关系的那有时候太过急于表现反而乱所以呢，是不是应该要按部就班来做？520之后呢，应该要更加的上紧发条。时间到了，拜拜。